今年一定有好收成。已经中午了。我再储会儿。睡得好香啊。哎，牛大正，干什么活呀？跟我一起出去玩吧。我不去了，我得在太阳下山前把地锄好，失陪了。好饿呀，饿得我都走不动了。怎样才能忘记饥饿呢？对了，睡着了就可以忘记饥饿，还可以想很多好吃的。烤鸡，蛋糕，真好吃。真好吃。原来做梦可以吃到那么多好吃的，这回我要住很好的房子。哇塞，这间房子真是富丽堂皇的。主人，欢迎你回来。我是这儿的主人。主人，请进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啊。哇，真是金碧辉煌呢。还有马圈，家具这么奢侈，这些都是属于我的。天上下金币。发达了，发达了。好痛啊。发财了。真美呀。又有好吃的，又有新房子住。太阳下山了。哎呦，怎么又饿了？刚才不是做梦吃了很多东西了吗？白日做梦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只懂得空想，即使梦中的世界再好，梦醒之后，现实并不会随之改变的。现在大家明白了吧？